不久又快速降落，叽叽叽叽，高亢而急促的警戒鸣叫声不绝于耳，场面壮观，引人注目。翠鸟伫立在溪旁芦苇枯枝上，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水中猎物，突然间俯冲入水，抓空了。不信邪，再一次试试看，果然得手了。饱餐后，梳理着羽毛，一副满足自得的样子。伫立已久的夜鹭见时机已到，猛然冲入水中，虏获一条大鱼，立即享受其美味的鲜鱼大餐。觅食中的彩鹬突然鼓起双翼警戒起来，它发现了什么吗？原来是红冠水鸡来栖养，小群的鹰斑鹬一起